你说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不是，既然你都看见了，我也就不瞒你了。那我这么做也是被你逼，你不让我当名古寨的掌柜呢，我自己想办法。正巧胡老板他愿意让我当这掌柜。老胡啊，你居然帮着胡老四来骗我！我要是知道是胡老四要来买，别说是七万两，就是十万两，我也不卖给他。二少爷，这七万两可是救了您的命啊！ 您该谢谢胡老板的对。哼！老太太，你看，三娥和黄泉的婚事就要到了，咱们应该高兴高兴啊！我高兴着呢。 连个像样的婚事都不能办，也委屈我们三娥了。亲家，其实婚事办得排不排场，这不要紧。要紧的是，三娥嫁了黄泉这样一个好孩子。三娥比二娥有福气啊，不求荣华富贵，但求平平安安，顺心就好。 三娥，啊，三娥回来了，来来来，快来试试衣服，来，到屋里来试试。三娥，你怎么了？娘，娘，好孩子，没事，没事啊，娘。 小艾死了，小艾死了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小艾死了，还有红姐，红姐根本就没有下毒害我姐姐，她只是个替死鬼，你知道吗，娘？ 这美春啊，从回来到现在，她就一直没出过屋。哎呀，怎么叫都不开门。你说，该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哎，美春儿，美春儿啊，我是老舅，美春儿啊。哎，那红姐的确是好丫头，可人已经死了，你就别再想了。哎呀，美春儿啊，老舅现在是名古斋的掌柜的，我再找个更好的来伺候你，行不？哎呦，美春儿，你跟我说句话，行不行？ 你们也真是的，美春在高家，就红姐这么一个贴心人，你们可真狠心。哎呀，行了，不就个丫头吗？死了再换一个不就行了吗？人呢？哟，二少爷，您回来了。家里人都到哪儿去了？都给小爱送葬去了。啊，去吧，哎。 就是个下人吗？美春啊，美春，哎，这孩子哪去了？哎呦，美春啊！哎，不好了，老头子，啊，美春该不会去高家找二少爷去了吧？他该不会去杀他了吧？哎呦，你快去找啊！哎呦。 太太要杀人了，你快拿着。
你杀了江湖，我杀了你！怎么疯了？大少奶奶，二太太要杀人了。什么？我在院子里看见二太太手里拿着刀，像疯了一样往二少爷那院去了。红姐成了高成栋的替死鬼呢。我要是二太太，我也要杀了她。您就不过去劝劝？劝什么呀？大少爷的病都是因为她。二太太要真杀了她，倒为高家除了遗憾。 高成栋，你这个畜生，你不是人，你到底要害死多少人？你到底要害死多少人？来人呐！你这个畜生！怎么了，二少爷？你看，你看看，他要杀死我。妹春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能动刀呢？你把他给我接过娘家去！不，我们先不走，可是你少废话，我受不了了。你没事，走走走走。哎呀，妹春，我的姑奶奶杀了小红，走走走，你不得好死！走吧，混蛋，你等着吧，小红会回来找你的。 这孩子都在屋里关了一整天了，连口水都没喝。他这是怎么了？他是想不通啊，想不通这世上怎么没有黑白公正。圈儿，你去劝劝他，兴许他还能听你的。 三娥，是我，开门呐！进来吧，门没锁。我已经跟我娘说过了，这婚事先不办了。三娥，你哭了。 黄泉哥，我不是不想嫁给你，可我真的是过不去这道坎儿。我一闭上眼，就能看见我姐姐的脸，还有红姐和小爱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再告。我们还能去哪儿告啊？三娥，事情到了这一步，娘就跟你说实话吧。过去我不让你告高家，原因有两个：一是高家对我们母女确实有恩；第二，即使二娥真的是被高家害死的。 我们也告不倒高家，反倒弄得两败俱伤。三娥，娘也看出来了，不让你为二娥伸冤，你是不会安心的。娘索性不拦你了，可我得告诉你，再告下去，恐怕还会有麻烦。 可能是你根本想不到的麻烦，娘，我不怕。那么，你还是要告高家。对，我还要连县衙一块儿告，告他们收受贿银、贪赃枉法。再往上告，就要到省城的府衙了。
放这儿吧。你下去吧。是。王爷。王爷。什么事儿啊？王爷。龙的房送东西来了。啊。奴才给您打开，您瞧瞧。就是这只鼎。什么人送的？回王爷，说起来，这人你还真认识。认识？啊，谁呀？就是被您查办过的高敬堂啊。高敬堂？啊。他可是被皇上钦点了要罢官的人。而且这案子又是我办的，他高敬堂想回来就能回来啊。告诉他，这事儿办不成。王爷，高敬堂可是花了不少银子，这只鼎就是他花15万两银子买的。他花多少银子也没用，高敬堂的事儿咱能不沾边就不沾边，别因为一个高敬堂坏了我们的事儿。过去谁不知道高敬堂啊？他高敬堂被罢官的事那是人人皆知，万一上面要是查下来，我可不好交代。那您的意思是咱直接回了他？那倒不必，毕竟人家花了15万两银子，可以请他到府上来见个面，不过我就不见了，到时候你替我应付几句就行了。嗯，是。三娥，你可知道明告官无罪也要罚，要先挨50板子才能过堂受审呢？我知道，只要他们不打死我，我就是要接着告。在衙门里居然有这样的人当官，咱们老百姓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哎，那你的证据呢？这个，就凭这张字据，我就能告他们。况且高家的银票在钱庄里都有账本，一查就知道。要不我告县衙，你还是告高家。算了吧，你告什么县衙呀？再说了，你又没在县衙告过状，也没给过县衙银票，你怎么告啊？老爷，什么事这么高兴啊？龙德坊掌柜的送信过来了。那一定是好消息吧？咱们明天晚上就到王爷府去。好，老爷。娘，你们放心吧，我和黄泉哥到了府上就给你们捎信儿。泉儿啊，出去要好好照顾三娥，可不能出事啊！娘，您放心吧，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。娘，你放心吧，这次我一定能告成。娘盼着你早点回来。走吧。三娥，这官司可不好打。是啊，三娥，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啊！一定要小心点。三娥，遇到什么事儿一定要往开了想，把官司打赢。
要不然这个世界上还有公道吗？哎，是啊，哪有什么？三娥，以后啊，您要多注意啊。对呀，照顾自己。是啊，在外面。三娥，你们多保重啊，多保重身体。别送了，你们都回去吧，你们放心，谢谢你们。慢着啊，慢走啊，保重啊，三娥。回去吧，注意身体，保重啊，一路小心，三娥。保重啊，三娥。走吧，别着急，早点回来。保重，保重，慢走。陈妈，哦，秀儿，你猜猜我刚才在街上看见谁了？谁呀？杨三娥呀。你别跟我提她了。听说杨三娥又要去告状了，这回她还要告到府衙去呢。城门口啊，有好多送她出门的老百姓呢。这个杨三娥，总有一天非把命搭进去不可。来干什么？这大冷天我都跑冒汗了。什么事儿？那我是来帮你的，你就不能客气点啊？我有什么事要你帮？哎呀，我刚才听街上人说呀，杨三娥和黄泉出了城门，直奔省城啊，到府衙告状去了。这回他要连县衙一块儿告。他怎么还要告？哎，我哪知道啊？二少爷，这府衙那边什么情况，这咱也不知道啊。早知道是这样的话，就该让他哪儿也去不了。完了，他都上路了。哎，你去给我找几个人。找人干什么？把杨二娥的尸首给挖出来。把尸首挖出来？留着尸首早晚是个麻烦。啊，行。三个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高大人，刘总管请您进去呢。请。多谢。这回一把火，什么都没了。走，我也不想这样。要不是杨三娥到处告状的话，我也不会出此下策。啊，高大人，您请坐啊。您请。啊，高大人，您请用茶。不必拘礼。好好。高大人，王爷今天有重要公务，怕是不能见您了。啊，那我改日再来。哦，高大人，不必麻烦了。王爷也说了，您不是京城人士，逗留在此一定有诸多不便。王爷特别嘱咐我，让我把要紧的话带给您，您便可以回去了。那么刘总管，请说吧。啊，高大人，王爷说了，过去您的案子是他亲自审的，您被罢官回乡也是皇上点了名的。这事情没过多久，您现在就要回朝做官，恐怕时机不妥啊。王爷的意思呢，是让您再等等。您的心思，王爷已经明白了。您要办的事儿，王爷记在心里了。可是总得有个合适的机会吧？等有了机会，王爷一定会帮您这个忙。您现在就可以回家等消息了。您看怎么样？啊，那我就告辞了。
高大人，您慢走。你把高敬堂打发走了？走了，他不走啊，还敢赖在咱们府上？哼，这老东西还真挺能折腾的，刚被罢了官，还这么不安分。王爷，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，让他回去等消息，有了机会，您一定会帮他的。那就让他等着吧。我想，他怕是等不到那一天了。王爷，您一句话，他不等还能怎么样呢？反正是一句活话嘛。怎么说，全凭您高兴。哎，对了，那只鼎，你让龙德坊差人来把它拿去，放在我这儿也没地儿摆呀。是，早点拿回去也好，不耽误生意。这鼎一转手，可就又能卖个好价钱了。现如今也不知道他怎么了，这局势越不稳，想当官的人，哼，倒越来越多了。是啊，有意思。你去吧。是。好了，行。哎，二位里边请。老爷，你去把金玉找来，我在里面等他。是，老爷。走，去。黄泉哥，啊，天也不早了，你回去睡吧。明天一早，我们还要到府衙去呢。三娥，我有件事儿想和你商量。嗯，你说吧。明天府衙那五十板子，让我去挨吧。这事儿跟你没关系。再说了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谁告状就得谁挨板子。这事儿怎么能跟我没关系呢？让我看你去挨板子，那还不如让我去死痛快些。黄泉哥，你的心我领了，但是我看着你为我挨板子，我也不会好过的。那你就别看，反正我小时候经常挨我爹打，早就练出来了。况且府衙那五十板子打在我身上，就跟没事似的。啊，大人，金玉来晚了，我自罚三杯。大人，你怎么了？金玉，你不是会算命吗？你帮我看看，我上辈子是不是做了很多坏事？程烨，程烨，大少爷，你喝口水吧。程烨。大少爷，程烨，你喝口水吧。哎，这都好多天了，他还是不认人。翠儿，他这人是不是废了？大少奶奶，我看明儿还是请个先生来瞧瞧吧，兴许吃上几副药就好了。哎，只要咱们一天不离开这个家，他就好不了。这个家早晚要让高成栋给毁了。离开这个家，咱们能去哪儿啊？等老爷回来，我就说分家的事儿。这个家我一天都待不下去了。程烨，他明摆着是不想帮。他知道这种事，我也只能是白吃哑巴亏。
让我等，这一等，就算是等上十年八年，我又能说什么呢？大人，凡事都不能强求，不能回朝做官，也不见得就是件坏事。我听人说，现在朝廷里面乱得不得了，好多人想抽身出来还出不来呢。高大人，玉峰是个好地方，比京城清静，也比京城安宁。您在玉峰还有个家，还有两位少爷，还有太太在等着您呢。人不都说了吗？哪儿也比不上家里好啊。大人，家，我跟你说，我这次出来有一半的原因，就是不想再回到那个家。在那个家里，我听到的是我不想听的，我看到的是我不想看的。那个家，我是已经没法再回去，我也没脸再回去。大人，你怎么这么说？金玉，我上辈子一定是做了许多许多的坏事，不然今生我怎么会遭到如此的报应？我哪有钱啊？你是没钱，家里的钱都让你倒腾空了。你们要钱干什么呀？你们的开销账房不都是给你们了吗？我要钱给你哥治病。我哥他怎么了？你还有脸问呢？你大哥病成那个样子了，你来看过吧？你大嫂，我是真没钱啊。那好，那把你哥给你的我的首饰还给我。既然你不关心，那我这钱也不能白白的给你。哎，大嫂啊，你何必这么较真呢？好吧，我马上去给你弄钱去，行了吗？哼！哎呀，我好吃好喝，把他抚养大，我把那么大一个家交给他，他居然连他的姨娘也不放过。他心里还有我这个爹吗？我怎么养了这么一个孽障？你说这个家我还能回去吗？大人，你要是不愿意回去就别回去了，这里至少还有金玉陪着您呢。大人，金玉，大人，包子，包子，便宜了，包子！哎，姑娘吃包子吗？哎，吃包子吗，姑娘？啊，给我来三个吧。哎，好嘞。大叔，
请问这离霸州府还有多远啊？哎呀，不远了，再往东走二里地就到了。姑娘，你来这儿干什么呀？我是来告状的。你是哪里人士啊？我从玉峰来。哎呀，玉峰离这儿不近呐，为什么不在你们那儿告状，跑到这里来告状呢？玉峰县衙都是些贪官污吏，我这么远跑到霸州府来，就是来告他们的。哎呀，姑娘，你来对了，这霸州府知府徐大人呐，可是个好官呐，他呀，一定会为你伸冤的。玉峰县有一桩妹妹为姐姐告状申冤的案子，你听说过吗？就是杨三娥吧？正是。这个杨三娥，你知道她是谁吗？是谁？她就是杨康元杨大人的小女儿。莫非是去年挪用军饷，为了救济灾民，后来被朝廷问斩的那位杨康元杨大人？正是啊。杨康元为了让高敬堂免于一死，把所有的罪责揽于一身，侠肝义胆，令人敬佩啊。大人，我知道您一直很敬佩杨大人，可是您还不知道这为官的道理吗？为官者如履薄冰，稍有不慎必遭横祸呀。哎，不说这个了。黄泉哥，我先走一步，我们府衙再见。何人在外面击鼓？玉峰民女杨三娥。传。传，玉峰民女杨三娥上堂。三娥叩见徐大人。民女本是玉峰县人士，这次就是要告玉峰县衙的县令和师爷收受贿银、贪赃枉法，以致民女包姐的死案至今都无处伸冤。杨三娥，你可知道民告官的规矩吗？我知道，请大人先打我50大板吧。你一个弱女子就不怕这50大板子？我不怕，若这50大板能够换回一个公道，能够替我地下的姐姐伸冤，您就是打死我，我也觉得值了。那好，杨三娥，50大板过后，本官一定明察案情。谢谢徐大人。哎，站住！干什么？干什么去？我找杨三娥。杨三娥？对。是不是刚才来告状的女子啊？对，就是她。她呀，你还是在外边等吧。她告的可是玉峰县的县太爷，现在正在堂上挨板子呢。啊，这，哎，站住！站住！站住！下手轻点儿。
杨三娥，你还撑得住吗？撑得住，大人，只要您能替我姐姐伸冤，您就打吧。站开！站开！站开！大人，大人，站开！别打了！大人，你要打就打我吧。徐大人，是民女来告状，和她没有关系。您还是打我吧，打我吧。慢着，杨三娥，你可有状子？有。我得去趟府衙啊，这次咱们得早做准备。那你得赶紧动身呐，我这挺忙，脱不开身呐。行啊，这次你真是心想事成啊。你二少爷，这话不能这么说。我虽然是明古斋掌柜的，你什么时候想往回盘，我肯定帮忙。恐怕是一时半会儿你帮不上忙了。啊！这次杨三娥要是回到玉峰来，我肯定不会给他留下活口。你这话算说到点子上。你只有把他杀了，这个事情才算有个了结。这些贪官为了银子连老百姓的死活都不顾了。杨三娥，我问你，你们杨家和高家究竟是何关系？为何一定要把杨二娥嫁给高家呢？回大人，家父和高家老爷都是御风人士，后来又同在山东做官，家父直任藩台，高家老爷任巡抚大人。去年家父因挪用军饷的罪名被皇上处死了，高家老爷因为是从犯，所以被罢官回乡。我父亲临终前将我们母女三人托付给高家老爷，后来也的确是高家老爷把我们母女三人从妓院救出来的，并在玉峰给我们置办了房产。母亲为了报恩，所以才把我姐嫁给了高家的二少爷高成栋。杨三娥，你父亲是不是杨康元？正是。也就是杨大人的女儿才有这样的胆量。老爷，你怎么才来呀？你没听说吧，杨三娥到霸州府告咱们去了。我知道。知道你还这么清闲，你还不赶紧想想办法。哎呀，老爷，那杨三娥说是告县衙，其实还不是为了告高家呀。有高家顶着呢，咱没事儿。那高家怎么会替咱们顶着呢？你想想啊，府衙要把咱俩给办了，那高家的案子就要重审。您说那高成栋他能不害怕吗？那如此说来，高成栋已经把银子送到府衙了。差不多吧。三娥，你这是什么东西？回大人，这是县衙写给民女的字据。三娥，我问你，你知道高家不惜重金到底是在保谁吗？正是因为不知道，所以现在已经死了两个无辜的人了。这一次一定请徐大人帮我查出凶手，否则三娥对不起爹娘。我这就派人去玉峰钱庄取证，再将县衙和高家有嫌疑之人通通押到府衙来过堂。三娥，你放心吧，这次我一定还你个公道。民女杨三娥叩谢徐大人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三娥，你父亲是我最敬重的人，你要相信你父亲没做过对不起良心和百姓的事，他是个好官呢。